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我是一朵。今天孩子放学刚回来，家都没进呢，直奔菜市场买菜去。今天我们做个鱼头汤，然后再做个韭菜盒子，行不行？行。先来买个鱼头，这怎么卖的呀？10元一斤。好呗，谢谢啊。买个鱼头比一个鱼都贵。老板，来块豆腐，小不小哈？行，豆腐也齐了，再去买点韭菜跟粉条。5块钱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没事。菜都买齐了，我们速战速回，回家做饭。先把鱼煎一下，炖上，来点葱姜，加点开水，多炖一会儿就行了哈。一会儿把这个汤炖的奶白奶白的。下面开始和韭菜盒子的面，这个用半烫面。好了，韭菜、鸡蛋、粉条一拌就好了。把面再盘一下，盘的那种光光的就可以了。在烙韭菜盒子之前，先把豆腐放进去炖一会儿。韭菜盒子你吃几个？吃两个。你吃俩，我吃俩，四个，正好可以放四个，是吧？看看怎么样，翻个面，准备洗手吃饭啊！这鱼汤炖的也特别的好，奶白奶白的。韭菜盒子也出锅了，太香了。端走吧，配上这个鱼汤，我跟你说绝了啊！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做啥你都说好吃，吃吧。等小飞回来，我再单独给他做，现做的更好吃。哇，吃完饭了，今天把红糖水给他安排上，冰镇的有点早，给他弄常温的。跟泡了茶颜色差不多。10:16。哇塞，又拿个啥呀？冻那几个要冻回了。冻回了。啊！我准备给您弄个冰镇红糖水嘞，您又整个冻回了。几个得喝热嘞，几个谁不往茶冲过去，那就饿冻。你买的几张呀这？不是，我的老天爷，恁大个袋子里头，我以为啥东西嘞？给豆豆买的蛋糕，他不要吃的吗？他吃蛋糕吗？看看袋子多大，看看懂一多小。这叫时尚，是吧？哎，我的娘哎！刚才上午嘞，给你弄了一个红糖水，冰镇了吗？幸亏没给你冰镇，给你冰镇你喝不了。热的是吧？怎么着呀这？啊？这种。这小青椒搞得到位不到位？啊？到位。给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几个冷几个。嗯，你喝吧，喝了一连，我就给你捞那个韭菜盒子去啊。先做什么？鱼汤，鱼头汤，然后做了韭菜盒子。看这待遇咋样？待遇太好了，我天天又蒸鸡汤，又蒸鱼汤嘞。不是想叫你吃好点吗？这跑的不好的没脸吃。哎，不管跑多少，就是给外头跑一天了，回来喝点汤，我感觉挺好的，先喝去吧。看太幸福了啊！赶紧喝去吧。喝个吧，来。好。这是韭菜盒子。吃吧。你也吃啊？俺吃饭了，咱俩一人吃俩、哦，然后你自己吃四个。嗯，吃不完。这伙食条件太好了。其实也不是多好，这也没花多钱，就是那个功夫比较麻烦。好干。多幸福。花多钱去？我感觉得比一天比一天好啊。比昨天还强了。嗯。那还可以的。就冲这伙食，我跟你说，能跑啥了吗？那都不错，一天比一天有进步都是不错。但是也有点小遗憾。没有破500，明天必破500啊！457，四百五十七，可以了，下午两点跑出去，可以。几个人饭做的我非常非常满意，非常非常满意，好吃，下次再做。